10月17号到10月23号生肖运势。那么属鼠的朋友呢，这一个礼拜来说的话，压力逐渐消除，那么是迎接一个新的这个阶段。属牛的朋友呢，凡事呢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好事自然会来。属虎的朋友，这个礼拜里头心想事成，在投资方面容易获利，因此观众朋友呢，如果你要投资各方面来说，可以好好的这个所谓的仔细观察，那么相信有获利的好机会。